大家好，我是美。情人节又要到了，对，又是情人节，黑色情人节、七夕情人节、白色情人节，那么多情人节。男人怎么那么命苦啊？因为小熊非常喜欢飞舞机。所以我要做一只超大只的飞物机送他，懒人沙发飞物机，准备的东西有沙发的针线盒，两块黄布，两块粉红布，两块黑布，超英雄球 ，So let's go。装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只要把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装上去就好了。缝完了，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接下来就把它送给球球就好了。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！这个送你。什么东西？批注啊。为什么它不是白色的？它晒黑了。好丑、哦，我不要。什么好丑？我缝的哎、欸。好丑、哦，我不要。情人节。快乐！今天影片结束了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准时发片。我是新培，我是小乔，我们。